消水肿有绝招，多喝水是关键。水分太多才会水肿，其实水分不够也会水肿。MC 来的期间，那我们想要就是补血的话，那其实你就可以选择红豆水；想要美白的话，就可以补充薏米水，再长痘痘啊，或者是可能有一点点泌尿道感染啊，可以选择薏米虚水。哦。今天晚间8点，请你跟我这样过。东森超市33频道。